非常想要这个荣誉的，也想要给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我们看到这一波有一个直接的撞点，他挪了半天的摩托车，挪完以后开出来就送了，就表情背景不是很高啊，还是主要在卡点的位置上。打纳瓦打了一波费兹的过点，原点密直接抽下来的，再补有没有机会？补到了首尔，这分也拿下了。那、啊、他今天得分能力好强啊！上来两个队都有，可是目前连吃两记的 Twisted Mind 手感非常的好，双方试探一下就撤了。是的。因为对于 TM 来说，这个确认等于是回切了，对他们有很大的机会，没有必要去前期做这样的争夺。TMA 这个点也不可久留。哦 ，Messi 这边倒了。嗯，是两个队碰到了同一个点，是过马路附近的时候，还要打个闪车出来、哦、很难啊，人太多了。是的，直接卡这个过点。这波被闪了。嗯。Clip 丢出来闪被看到了。好、哦、TMA 还要再转吗？他没拿。费特哪位要抢点，但哪位的头车比较快，而且后面都是车上猛男。是的，直接打了一个费特，又打了一个 Digger。费特在开局是有吊人，哦，又打了 Mailman， 这边两边是交火非常的激烈。这二话不说停车开干嘛？果然是停车开干了。你打我兄弟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拼了。高点有枪线再冲，有点难受。这第一个枪线吧。对，哪位？是过来帮队友报仇啊！哎呀，已经踩好位置了。是的，啊、小超市 ，CES 跟 T 也是靠得很近，两支越南队伍，老大老二。因为他是个低点，没有什么信息。是的，高点还有雅虎啊！这波如果说圈形刷走，如果要清厨房去的话，会有一定难度。对，赶紧过来，先把状态打一打。车停反坡呢，应该也可以保一保。这个点，嗯，进房子，被 T 抽了几枪，问题不大。哇，这边 Angel Pig 从窄边进圈，居然是打了一个卡边的雅虎的人，但是 EU 也扎过来了，贴脸的长条房大厂之战。Angel Pig 因为之前掉过人啊，所以说这波可能扛不住。他侧面的人也被打倒了。是的，EIQ 的队友已经支援到位啊，直接撞车贴了近点。Kickstar 直接给他放倒，一辆车撞成了大残。看一下这颗雷的角度，脸上就一个了，这波好像不太好扶人，被烧了，这位置被架死了，出了反杀，打了一个 Luka Doncic， 但这个角度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了，大仓里是看见的，这 Navi 还要扎吗？另外这边雅虎啊，高点和 QM 打了这波防守战，打完了还没解决，这山道还没解决，是又放倒了一次。嗯 ，Kickstar 那边，嗯，加厕所去了。是的，这天没不是爽打你，先别浪费太多的投掷，看能不能哎点倒了。拿火扑一下伤害。嗯，这个雷可以考虑补一下了。倒了人，哎，会卡马路边。已经整理好状态了。嗯，听到了脚步声，哎，从背后拉了过来，对方还在找人。哎呦，这个位置换的是真风骚，换啊，没找到。可能捉迷藏，对方看到了他队友的包，舔了一波，来了啊！这波经典能补分吗 ？No， 一穿二。我的，不是、啊、这 EU 这几个老哥在干嘛呀？好快乐呀！可以拉人啊！舔完包，给他摁 shift 猛跑。就外面的那个队友都没有想到，经典被一穿二了。是的，来不及拉啊！两个人还想打前头清理，难道说会有奇迹发生？哦，没有奇迹，是的，终结了这场战斗。中流砥柱呀，真的是。想想今天扎的扎的感觉手感不如补两分，补那一分也可以啊。人爬到的位置太后面，再想去补的时候也补不到了，有点后悔了。哦、高点 DY 要压制下面 KDF 了 ，KDF 被 DY 的枪线压包起来了。高打低，先抽一个往这个头顶扔雷，丫鬟也被团灭了。哇，这把感觉 Twisted Mind 怎么又？他有机会看能不能拉拉位置，再去劝一劝。嗯，先补人。这是被远处 Helen 的枪线打了一下，近点还是顶住了。嗯、啊 ，Salute 上面又放倒一个。KDF 这波没圈很难打，只能说尽量全面换分了。山顶达纳瓦想要把这波的分数全部给掐掉。
这波要去把丹娜瓦给劝了，因为城里面的 Helen 被石奇给打了、是的，全面的位置封了烟，还在烟里躲，烟雾弹里面一直狂混，打算往坡下混，那坡下吃的枪线更多啊，是的，这怎么跑下去，应该是活不下来啊、这一看到这个淘汰数，淘汰也知道应该是没了，因为跳杀了，这个赶紧把 KDF 的分摊能量收上，远程还有 WC 的枪线，石奇因为是一步进圈，所以说他其实不急，他其实不急，他山边是可以待的。哎 ，KDF 在动车了。KDF 这一波是抓到了石奇打药的一个机会，直接车就往山边走，倒了一个，看速九能在高点找到一些抽把的机会吗？没有，这边 Norris 是把分数给补掉了。其实有感觉，这边有很多的把是有机会能拿到的，就看抓把握把不把握得住。阿卡德也没了 ，Example 是拿到了，刚好。可以规避掉东边的一个枪线角度，这个打倒了应该也补不掉，没什么价值说实话，太远了。 Jimzy OP 啊、还是没有扎进去啊，车上被打下来了。 TMA 这把也是很舒服，但是 TMA 可能要抗压了，因为两个月了、TF 开冲锋了，今年要硬攻这个厕所，但是老哥哥一个都没打下来、对，石奇拿分的机会来了，这边卢的分数是连打带补，把图 Links 也是倒地，这波高打低是有不少的分数可以吃。我感觉应该是爆炸，这有点像那个雷达房。哎呦，撞队友、把队友给撞了，有烟雾弹他没看到，是但这个角度分也拿不到、这位置不在安全区的，是的，是在卡一会儿就卡了，就拿叉叉那个烂分，这个应该没人跟他竞争吧，很爽的这种。哎，又打中一枪，对方还想挪车，再打一个 perfect kicks， 再来，这个雷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啊。好了，分数已经瓜分完毕了。正好是扎到了两边中间。是的，速九又是一丝近点，两个人好像都倒了吗？都倒了，都倒了。哇，这个有点被夹起来了，对，有点烦。只能硬顶一面、打倒了小五了，哇，这戏头可以拉，可以拉，好帅，对手也在扶人，一个加是救不了的，对的，这个时候不急，拖一下时间，对，而且北边 EU 还给压力了、WC 这波有点力，拉起来，哎，这个雷跟的很准啊，再扔了一颗小心伤害，往后回躲一点，这个雷还是被速九给吃到了，不过刚好队友也拉了起来，被炸懵了以后呢，听不到这个第二个雷滚 Adam 给秒掉，秒的好帅，太关键了，太关键了，这波夹了，直接就没了 AK 啊，而且他拿的是一把 AK 啊，李维的一颗手雷将五把炸倒，厕所这边要有强攻了，但 TMA 近点压力很大，他来不及去拿这边的坑位的靶子。哇，石奇又再次去拿到了 Navi 和 TE 的分数，两边都在炫耀，开抽呀！看 TMA 这波关键团，亚皮炸到了哈斯，给对方倒两个，再给雷，起火雷全部扔了过去，角度非常的明确啊，这边的雷伤害都是炸到了，兄弟们一起打斜头作战，就是 TMA。对方利用载具劈了两个啊，被海马斯在车这里劈了两个，然后台孔是混烟又把幺幺二给打倒了，这一波天妹有点裂开，打掉一打一，是的，一打一了，听声音，听到了。哇、只剩露露一个人，但这一把 TMA 打破了自己的魔咒，混到排名分第一分，排名分，这是他第一名，第一分排名分，如果说能再活一下两分排名分，十七又再次拿分了，把 Navi 打掉的话就是三分排名分，侧分区内，但是他这个点位呢又会被小针对一下，速九被阿雅放倒了，是的，这个角度往后回拉可以拉一下，这个应该是留一个人看屁股，结果没对过啊，被阿雅放倒了。露露其实刚才啊很可惜没有看到阿雅这个过点，他打阿雅就是两分，瓦尔德那边已经被清理掉了， EU 可以提前展开，石奇这边还必须得把屁股清扫干净，他是独狼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，人也多，哎，这个小心切近战了，好像没有听到，没听到，他没听到，在底坡队友另外一边也不太好第一时间看到，是的，这个对这个雷，而且他还想主动出击，这个角度有信息，这个有信息了，看到哎呀，打一个闪，
又打中一枪，问题不大，速度已经三倒，还是可以拉起来，能扶能。WC 趁这个机会往上顶，他想把这很残，但是没有炸倒，再补了一颗，再给火，哇，上响嘞 ，Seventy Show， 这个是一个突破口，但是 EU 在防区碰到时期都被乱锤，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也会，哇，又是小机会嘞。哇，同时打两队，但是还是有点危险，这过点只能误挡提前枪，逼回去，小弟弟倒了，一起上，吃了闪，背身，打倒，三打一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看到跑位了，稳住，稳住，不担心，有，有，跑位，那